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。欢迎大家来到车伯乐的直播间。秒懂。你又懂什么了你？欢迎伟仔，欢迎阿米。来呀，看车呀，别闲着呀，是不是？谢谢念念不忘的关注啊！对，大家千万别忘了，千万别忘记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。我这手出框了没有啊？点左上角的关注啊！小姐姐好飘飘哦，这味儿怎么这么像蜡笔小新呢？秦风说车确实不错。秒懂我还没 Q3 高，你看着我比 Q3 矮吗？车那样人好看，一边看一边看车更香。欢迎初见，欢迎大家来到车伯乐的直播间。有没有 X1 啊？来，咱们看一下 X1。小马哥说你的抖音在哪？我的抖音账号是一只零零哥，给你们扣在评论区啊，可以去搜索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 X1。等一下，我把他的牌子拿出来。这昨天是我放的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这台宝马 X1 2019款的 S-Drive 18Li 时尚型啊。那这台车的话呢，是18年11月份上牌的，7.8万公里的公里数啊。18年11月份到现在是3年的时间啊，3年的时间7.8万公里。1.5T 的一个排量，新车落地呢是30个 W 左右，现在是18.88啊，18.88，肯定使用是一米多。这台车的话，白色外观，银色的进气格栅，轮毂的话是原厂多条幅的一个轮毂